手剥笋，手剥笋要这样剥着吃。把它扒开啊，下面这两节呢，粗纤维含量比较高啊，吃起来稍微硬一点，这样撕着吃就行了。嗯，超级酸爽，好吃，爽口。再来一根，哎呀，四只狮子，石狮子，四只狮子最贪吃，刺猬老师来考试，贪吃的狮子不识字。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的作品，好不好？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自己捏的植物大战僵尸，这是豌豆射手啊，这个叫啥？毁灭菇。这个呢？阳光菇。我的天哪，你捏的好好啊。对对，你咋不谦虚呢？豌豆射手。